排挤被拒绝，孩子交友之路困难重重。别人在学校被欺负，你这么矮，你去旁边了，不要打篮球啦。在公园里面都锁定一个目标，狂奔追着他说：“我可以跟你去。”有点像是小孩中的变态。平常跟同才的接触太少了，他们可以跟大人对答如流，可是一看到跟他们同年龄，甚至我会害怕，所以这才是我们要担心的点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